我要和天一样高，一样高。高，好高，高是什么？最高音在哪里？西调的，西调的拉，西调的拉。我要和天一样高。好，拉长音，好，再升一个 key 好不好？一样高。好，在这里。我要和天一样高，一样高。哦，可以，好，再升一个 key 啊！我还没唱，对，就是还没唱啊，他还没唱，他刚刚高音没有唱，又换一个 key， 没，叫他们刚刚唱。我要和啊，不是，我要和天一样高，一样高。哎呦，很轻松的感觉。再啊、哦，好，再升一个来。我要和天一样高，一样高。好，哎呦，我们现在能不能一样高？啊，这样就好了。一样高。哎呦，直接升两个 key 好不好？拜托啊，嗯。我要和天一样高，一样高。我要和天一样高，一样高。哎，觉得还可以六 key 的感觉。老师，再两个 key 好不好？直接。我要和天。我要和天一样高，一样高。好，我们请那个胡过来试试看。好，这个差不多已经到那个两点的。我要和天一样高，一样高。五甲音嘛，五甲音是。我看看，再升一个 key 看看，再升一个 key。现在键盘没有了，升不上。有。我要和。我要和天一样高，一样高。这个紧绷了啊！来，我要和天一样高，一样高。哎呦，张雨生，已经极限了啦。其实在听唱歌的时候，知道张雨生本身的声音的真音呢、啊、是真的很高，真的很高了。那林志炫声音是假音很高，但他假音用得很美，哎，所以呢，这个在某些方面来讲，张雨生比较吃力，但是凭实力来讲，高音部分张雨生是唱的很高。对，他的共鸣点太好了。
隨便得㗎啦。你做咩咁樣咁慌張啫？你咁慌張啊！叫咗冇亂講嘢㗎啦！嚟多人喺度，我都唔知點樣唱。好啦，唔使驚，我哋唔使驚，嚟啦 ，music。表情这么轻，神到！好，生气哦！好，生气，生气，生气了！老师，请了。死了都要爱，不理你，禁止不痛快。你完全是放松的状态在唱歌。对啊，我们那天发现一个最厉害的状态，就是我们要举手才可以。对，是。死了都要拉，再往上拉。而且他手，我刚看他的手，他后面是这样。对啊，他这样动哎，他只有动手指头就上去了。对啊，哇！其实我全身的肌肉都在颤抖，只是你们没有发现。哪一边？哪一边？全身啊，全身啊，全身，我就全身哦。OK，哎，屁股有夹紧，再伸一 key 哦。好，来。哇塞！死了都要爱，不理你，禁止不痛快。欢迎阿信。没有了。出来了，快起来！两个开始比高了，没有？刚认识，跟他认识，认识。这已经是第三 key 了，第三 key 嘞！哇，怎么办啊？还有两个 key 耶！不是，你刚刚是真的回头哎？对啊，你很害怕的，真的有来吗？就当你这么嗨啊？没有回头吗？好，来喽！再来一个，再来喽！不行，可以说没关系啊，我们不会怎么样。再试一个看看，再试一个。好，来，老师请了。是啦。好扎实哦！对啊，都没有感觉要破的感觉。对，完全，有的人我们唱那种高音，我们会替他担心会不会破掉，有没有？他完全不会。第五个喽！第五个，老师请了。死了都要不理你，禁止不痛快。而且我发现他的头都像我们唱高音啊，会习惯这样。
后面他就这样静止不动了。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你会自我的要求跟训练厉害？老师，我唱到快挂了，我也不要让人家看出来。你还可以再升一个吗？试试看好不好？好，试试第六个了。六个。死了都要不理你，情绪不痛快。对对，因为他已经有这样有兵了，有兵了，他麦克风一下在弄出。而且我一定要讲一件事情，这首歌我之前自己在 pub 玩的时候，最高也就是只不过升六 key， 所以不能再升上去，不要再上去，不要再上去。哎，已经很厉害，再上去可能真的要拜。掌声鼓励一下，真的是谢谢谢谢。哇，你这样子我们怎么？